哇！哦，哎呀，怎么不邀请我一下？哎呀！你在干什么？没有，不是都放了 BGM 吗？你那边端庄一点，甜心，甜心，甜心一点，好吧？对啊，甜心比个心嘛，有没有什么 pose 什么的？三二一，看默契，比心。好甜哦！弟弟，你不知道，在你就是去拍戏那段时间，星星自己来过一次。是我听说了，我还刷到了老秦欺负他的那个画面呢。哎呦，对，把他推下去了。哦。他推我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那你帮我报仇了吗？今天没有，今天帮你报仇。好，今天。好，祝贺欣欣和他的支持男孩弟弟组队成功。OK。你和你没有公开的男友正在约会，突然他的手机一直在响动，你看到很多女生在跟他热聊。好，这是我女朋友啊。可以吗？满意吗？这有点厉害啊，这有点厉害，来，掌声给他们两位。真的可以吗？我不知道呀。这就是你的设计，对不对？如果他不接这个茬的话，你怎么办？我想说，此条朋友圈集齐99赞，我们就结婚。哦哦，你应该说集齐一个赞，集齐一个赞就结婚。啊、哦，你们好会哦！万一我的微信好友只有98呢？不会的。好。这人好好想想，加加油了。我觉得我演的也不差呀。每个人对甜的概念是不同的，如果你在我这里没有自信，那我也会没有的。在干啥？你刚刚拿出这劲儿，你就拿糖了，我跟你讲。那太作了，不行的。那我们今天呢，也有刚刚在最后一首歌当中非常惊喜亮相的子路和月月，欢迎。欢迎。我再告诉大家一个冷知识，月月跟弟弟好久没见了，我三年没见。我刚刚在台上跟沈月彩排的时候，这位是沈老师，最熟悉的陌生人的感觉是不是？对对对，隔这么远看，确实他黑了很多，刚刚没有发现，逃不了的哥。这一刻。我终于勇敢说爱你。好，来，月月来。一开始我只顾着看你，装作不经意，心却飘过去，还窃喜你没发现我躲在角落。回答正确。我只顾着看你，装作不经意，心却飘过去，还窃喜你没发现我躲在角落。哇，我牛啊！厉害呀、啊！没事，沈月，你不挺能的吗？来一个，下一次，下次一定。第二轮呢是王鹤棣和沈月。节目组安排我这一趴，就是不用找，就我自个儿就是了。哎呀，你有进步，来吧。对嘛？好久没看到你们俩合作了。上一次和沈月合作的时候是《告白气球》。哦，告白铅球吧，不是？是上热搜了那个吗？对对对对对，就是那个。塞纳河畔，塞纳河畔，左岸的咖啡。花店玫瑰，影子写作谁？告白气球，风吹到对。来，好听好听，天，哇，好棒哦，找准嘞！他们两个全程都在找，从第一句就开始。其实 QQ 爱的时候我就盯上他了。哦，是吗？他长得就一副很会唱歌的样子。刚才杨子也是这么说小林的。你跟我选人的态度是一样的，恭喜你成功了。
既然聊到秦岚，我们先恭喜一下秦岚和弟弟主演的《理智派生活》要在湖南卫视和芒果 TV 跟大家见面了，预祝新剧大爆！哇，这么开心的话题，你们两个站到一起了，来，我们是演恋人呢，啊，是的。嘉哥说什么演恋人？不是，我就是以为，就是还会有是那种姐姐跟弟弟的，比如说那种家庭剧的关系啊，或者怎么样的。嗯，其实我们这个原来都是叫无法恋爱的理智派，但拍完这个戏，我们就是叫理智派生活，因为拍这个戏就都脱单了，都恋爱了，都脱单了，都恋爱了。我是说戏里都恋爱了，吓得我。不是，我想说，我说兰兰要公布什么事情的时候，弟弟知不知道？我们恭喜恭喜的那个话都到这儿了，想不知道该不该说。好，下一轮的关主。第二轮的关主是秦岚，辩论者为王鹤棣、张柏芝。好，请看关于秦岚的题目是什么呢？以下两种类型的男生追求秦岚，他会更倾心于哪种类型呢 ？A 是可爱听话。但工作还不稳定的元气弟弟 ，B 是事业有成但是不懂浪漫的成熟哥哥。微表情，微表情。好，我来先说啊 ，A 元气弟弟。嗯啊、好 ，B 成熟哥哥。嗯，一模一样。弟弟，你是站？我选 A。你选 A， 我选 A。元气弟弟，对。然后柏芝是选 B， 是吧？成熟哥哥，对不对？对。OK， 好，秦岚，请写出你的选择。嘉哥已经在合计了。先看左儿姐能不能以一己之力，你先说点什么？好，我觉得在我们这么的一个年纪的女生所追求的。一看到那个不稳定工作，其实已经不会想，因为我们在自己的生活里面，稳定对我们非常的重要。而且那个事业有成但不懂浪漫没关系，因为浪漫的我们自己来，我可以好浪漫，只要我喜欢你就可以。祖儿自从上次猜对了之后，现在好有底气，就是真正辩论的人一句话没说，他已经开始跟在给大家洗脑，发表论点。好，我觉得这是祖儿的想法，然后呢，成功的说服了金靖。好，我们听一下两位辩论者的态度。首先是支持元气弟弟的弟弟。金靖姐，你没有过去的时候，我本来不想说话的了，不用过去我们就得分了，因为兰姐绝对选 A。嗯，为什么？因为。我就是靠这个人设在剧里面以获胜的，还有什么好变的？那你是用什么方式抓住兰姐的心啊？事业有成的，事业有成的哥哥吧。我跟你讲，就因为他有事业，所以他没有时间。那么弟弟呢，就是虽然工作没有那么稳定，但是他可以全心全意的为了姐姐付出，为了姐姐就是围着姐姐转。对吧？那为什么你会觉得一个哥哥有事业不大不可以呢？就全心全意的爱着秦姐姐呢？他就算全心全意的爱着姐姐，但是因为他的事业，他没有办法，必须得在公司处理事情，必须有工作上的东西。这个时候，那难道弟弟就出现了？你是指的弟弟24小时一直陪着姐姐，好烦哦！我觉得姐姐需要的是男朋友，不是助理。你是在剧透你这部剧吗？好像有点啊，一直在忙。